我的妈呀，打五六枪还死不了。半破甲，我绕后，我绕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在这边。干了！木马都拉，外面，哎呦，差点死了！铁包其实也挺无聊的吧。哦，小心啊，小心，我上去打药了。漂亮漂亮，下很残了，很残了，你别老别老，你们别老看我打成这样就带入每个人都可以打成这样，那是错误的啊，打成我这样只是很少数的，不是什么都只轻松碾压的，你知道吧，也不要怪什么匹配机制啊，可能对有些人好，对有些人坏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打这游戏多久了？2019年打到现在，爆时间，打完这把就爆啊，打完这把就爆，别急。
我怎么入坑的？朋友推的，朋友推荐的。当时玩那个恶灵加小帮手二倍镜，哇，老猛了。仿佛得往房区走，挂个绳。房区。两把大炮啊，剩下两队都有大炮。他冲过来了，感觉我错觉吗？没冲过来，我们等就行了。我们吃鸡圈，看到没？我们吃鸡圈，等就行了。来，往左大了，往左大了，往左了。不要往中间冲，不要往中间冲，不然会偷屁股的。扫一下，退吧，退吧。抓他，抓他，就一个。打肉50，抓他。杀！拜拜拜拜拜拜。